法师对同学讲解。请看《大乘无量寿经解》第四十二面第一行，四十二面第一行，咱对第二句看去。地者大师，向法华，身心合连，得入法华三昧，亲见灵山一回，严连弥散，修筑天台山，创天台宗，临终游遐西向，请念弥陀观音利集。这是简单的介绍。天台地藏大师，这是天台宗，也叫做法华宗，这位非常重要的人物啦。天台宗的圆满建立，可以说是在大师的手中完成的。传记里面有一段记载，有一天上法华经，他到药王菩萨品入定了。这个立定，这个定就是法华三昧。定中啊，这个境界突破了时间和空间，所以啊，伊就看到释迦牟尼佛伫灵鹫山啊，伫咧讲法华经。伊也参加着这会，就是这堂课啊，参加这堂课。听完了后，就定转来了，甲大家讲，这条摩尼佛灵山一会还未煞，啊，伫咧讲。这是什么境界呢？这是《华严经》上是玄门的境界，是玄，玄是代表圆满，玄是玄妙。不可思议啊！一即是多，多即是一。伊个禅门呢，一门入咯，啊，门门拢入。妙在什么呢？妙在东西、东处。这是什么呢？这是有着人生的实相啊！六道凡夫心无当中，有过去，有现在，有未来，这不是真的，这是假啊！甲你讲真的呢，无过去啊，现在未来。我甲你讲，也无是法界已经庄严，所有一切境界上，
就在东海一念啊，这是事实真相。佛在经上常讲啊，大乘经教常讲，可是咱听无啊。咱个啊，感觉这个境界不可思议。学佛也唔敢否定这话是假呀，唔敢讲是假呀。但是也无办法承认啊。这个境界啊，什么时阵你才会去看到真相呢？你也会个。就只有分别起心动念放下，这境界就现前。确实，有未少的人，刹那之间不起心不动念，这境界就现前。念头这叮当，境界都无去了，都不一现前。不是幻觉啊，咱啊现在才叫做幻觉啊，那是自是真相啊。啊，由此怎样？分别执着梦想，可能是害个真凄惨吗？这不是别人唬人的，自作自受啊。咱不会当无明白这道理，有条之间有六道轮回无？无这物件，也无十法界已经庄严。因公因讲啊真好，凡所有相，皆是浮妄，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啊！这是。这是真相，什么时候证到呢？我按教初祖，别教初地就证到了。让人学佛，啊，用这个作为目标啊，为什么呢？这家己总得要知影。如果是无证到，伊啊经典内面咱读诵，以恭敬心嘛来读诵，你嘛知影有这代志啊？可是唔是家己，真恶呀！是对于经教的顶面啊。这个信息明白了，有这款代志不得受用，经条就得受用。瑜伽大师的实现是经条了，清净啊。无聊之间，对性体来讲呢，空无所有啊。对气用来讲呢，真正是无量无边、无所无尽啊。无办法讲，原是出性体，伊是真的，
含藏着无量智慧啊，迷路就变成烦恼了。无量的智能，迷路就变作造业、业识啊。无量的上好，迷路就变作六道轮回啊。伊是伊，毋是你啊！甲迷无共啊！甲我的起用呢是是不庄严土，已经化解。迷路起作用，看你迷深度啊！迷到底咯。这、那个作用是阿鼻地的，比较上轻的是法界里面的佛法界啊。全轻无同款啊，所杂是把它的几类分作啊杂，每一类里面都是无量无边。咱同款是人，你听到是伫一个层次，可是人有富贵，人间无同款，差别太大了。为什么？也是未亲亲无同款，也平常感觉的工作也无错啊。你无迷哪会造业呢？迷有浅深吗？所以造业无同款吗？迷较深造恶业，迷较浅造善业，无同款啊！迷我无同啊！所以佛家众生啊，什么呢？帮助伊不迷开悟啊！这是佛陀教育啊！佛陀的教学，咱袂当讲唔知影。以后地藏大师建立天台宗，伊啊，诶，老大人往生的时阵，临终游遐西向，临终的时阵，啊，释迦牟尼佛示现的是同款的。精念弥陀观音礼集，地下大师这四种的念佛啦，伊也是用观想念佛，伊毋是持名，观想念佛，伊做了观经，伊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了。所以天台宗以后的这些祖师大德，真多去的时阵，拢嘛是念往生。包括伫现代，咱看到地涵法师、南溪法师、宝净法师，这些天台宗呢，拢嘛是念往生净土。由此，咱知影讲净土宗的殊胜啊！啊，佮看下面的一位英明大师，有天台小国师发明心药，即句就是讲英明大师伊开悟的一面。伊个老师，现在讲指导的老师，传法的老师，帮助伊
只得以代替代我，发明心药都是代替代我。伊老大人原先嘛是修禅宗呢，发眼中的孙，这六祖以后，六祖的学生分五派。这个大宗里面分五小宗啊，我眼中有专制正宗，这咱知影咯，也修了波罗咯，伊是阿弥陀佛再来。伫迄个时阵咧，这个禅风真盛啊，大家拢有禅啊。要有禅，在禅宗内面代替大悟了后，佮发菩提心，以弘专念，修净土啊。大师为甚物安尼做？用易筋经嘛，知影禅宗的。内面啊，有真正多的人啊，不是上上根器啊，禅是接上上根林的啊，伊不是这个根器啊。换一句话讲，伊这个一生在禅宗内面未当开悟，未当见性啊，也皆是伫个禅定里面。还算讲袂歹咯，你禅定将来会去倒位呢？临终了后，都半生住禅天、宿空天，袂当出六道轮回。菩萨啊，慈悲啊！为这人啊做实现，伊劝伊修净土，伊唔相信啊。伊讲迄是老太无够，伊看唔起。呀，参禅呢，伊个唔是无迄个条件，唔是迄个上上君临啊。所以就爱怎样讲过我们的习气啊低啊，你放袂住啦。所以佛菩萨做这款的实现，我一看，你恶想，我冇恶想，你也无开悟，我开悟咯。我已经啊明心见性，我倒转来专修净土，甲因啊传去净土啊。做这款方便的实现。先卡方便，或者修什么人带去净土啊？伫净土内面无迄个未成就的，大家拢成就。禅内面啊，滴到一啊小成就，我都转来修净土中，无一个未往生的。果然在禅内面的禅定有功夫咯，会当甲分别执着看淡，看甲真淡。啊，这个分别啊，着心啊，是未起作用咯，无当啊。伊个禅定个功夫会当服诸咯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拢伫方便啊，又妥咯。由此知影，无论修倒一个法门，所以必须都爱知影，只是方法无共款，
门径无同款，也原理原则完全拢同款，拢是修禅定的，就是拢嘛是教你放下，放下呢，自性本定就现前了。三昧现前，深深三昧内面，迄、那个境界就是副境界。天台大师所立的法华三昧，释迦牟尼佛也底下的讲经，讲什么经？我发发经啊，人中的大德啊，念佛念到一心不乱，属一心不乱，甚至有属一心不乱也未到。功夫圣篇里面的上八上三品，拢是啊，念佛三昧。伊啊，看到佛，看到释迦牟尼佛，释迦牟尼也在讲经呢，讲什么经？讲无量寿经啊。这个境界就是说，你阿赖耶里面有十气的精气，这个十气精气跟哪一个相应呢？这个境界就现前了。咱家去学到一个法门，学到一部经教，你在三昧里面一定拄到跟你相应的境界现前啦。一念相应，一念佛；念念相应，念念佛啦。你相应啊！你无求，你有这个习气啊！这个习气就是敏感，佛菩萨显应，敏感显应，你看了些境界，英明大师是净土宗第六代祖师。正宗的六祖下面讲这个伊的功课，立上风鸣十万声，兼行立课一百空八数，真用功啊！咱啊做袂到啊，一天十万声好好，也都爱修行一百空八思，在伫大师的传记的内面咧，恁拢会去看到。望观音大师甘露灌口，妙慧涌现。这就是感应啊！观音菩萨甘露灌口了后，地会开咯，
拄总建六一百关，总建六古代的改号做是小总经，就是大总经的浓缩啊。大总经分量太大了，要读这边不很容易啊。总经录呢，就是讲大总经的典要啊，大总经的精华。如果啊，无时间。无能力去阅读全章，读总经录就好了。及今复著《万宪东归集》，这拢是大师非常啊出名的著作啊。这些书拢收伫个大总经的内面。巍巍发古啊，风叫万世啊，这两句话对老大人的赞叹一点都无过分啊。七十二岁分享别种走窜蛇龟啊，老人住世七十二年，七十二的时候往生的，这话呀，以上四德含为六心大师法门良相，这个所在六居出这个四位大德啊，马明良师，印度的古经啊，地家英明，中国的大德啊，龙马师啊，求生净土，拢是念佛往生的六心菩萨啊。法门良相啊，是比如佛教内面常常的用语啊，良相啊，都有定功啊，灵的唔捌看到。像捌看到，你看迄个像，你细心去观察啊，行住坐卧拢在定中啊，伊也慢吞吞，哎呦伊啊，我这一生看了一个人，中家大师。学习无论是讲话、动作，拢真慢啊，讲话也真慢，一字一字咧讲啊，无咱遮紧。这是修养，也是教学。啊，咱什么呢？咱现在步调拢伤紧，啊，较慢咧。讲话速度伤紧啊，啊，慢几秒钟啊。好，咱
感觉到稳定。论语讲，君子不动则不威啊。威是对德相来讲的，德威啊。安好，一般众生的心浮气躁啊，所以是教学啊。你跟这接触，自然你会放慢咯。只有在运动的当中呢，你才能去体会到佛法。心浮气躁，无办法学习啊！不是老师不教，伊袂当接受啊！如是接近心性的这门学问，心地如是就要清净。所以佛经里面这语言的文理啊，你靠文理的意思你绝对不晓得啊。意思你都意在言外啊。言语啊，文理是一个引导啊。意思不在这地啊，意思在言外啊。所以你也会当去体会到啊，这个所谓言外之音，你在我呢吗？我家常讲嘅常常君临，什么常常君临呢？烦恼轻的人就是常常君临，心地清净平等的人就是常常君临啦。所以，你千万呐，能轻视这些老阿公啊、老阿妈，往往这些人啊，都是常常君临啦。有缘一个接触，伊真正都会吸入咯。不管你咪是浅是深，伊真正入去咯，所以真正得受用。伊啊，一句好好就吸入去咯，伊决定得生啊。因为伊关家啊，卖关咧，决定得生净土啊。为什么呢？死心塌地啊，你无理念啊。念佛的时间唔免真长，三年五冬，伊就自在往生，伊真正入去咯。一般中学军人。修净土修了二十年、三十年四十年、五十年，问伊看往生有把握无？无把握啊！为什么无力气啊？大刚念佛有口无心嘛、啊，未相应啊！每工也伫咧念佛等念者。念轻声慢声无相应，临终时还阁惊死啊！这种人真多啊，咱都有看到啊。把这人看到，也咪放在心内。我都回来问家己，我会用你袂？
今仔日阿弥陀佛来接应我，我感情真系心欢喜心呢。咁真正要想得伊去呢？咁真正会甲眼前的身心世界啊，名利啊、亲情，彻底放下呢？这拢是咧考验咱家己啊！咱到底是认真咧做还是假啊？真正做迄个，真正会往生。这部经好好啊，我也觉得真好，注解嘛真好，引用了193部的经论，做注解的证明。佮引用着遮尼侪啊，西方啊，当初西方是讲古印度，佛经大德来做证明啊。以有难逢啊，难拄着咯，缘故着咯。问题是善根福德啊，善根是真心会理解，福德是真做啊，真做的秘诀无别项，就是放下。无放下，毋是真正咧做啊。即个放下，就是认真做啊。一切外缘拢总放下，我心内面只有一句阿弥陀佛。除阿弥陀佛以外，什么都拢无。这就是真正来做啊！这种人啊，就是啊，法门的良相咯。要解为比如是之人，是令天地承担净土法门。观世学人，愿得以世俗之见，以彼世净土呀。马明良师是什么款人啊？第一家英明，当年在世的时阵，帝王尊重拜为国师啊，底下是国师，英明延寿是国师。帝王家己称弟子啊，因这的人，这真正的彻底承担净土法门，完修啊，完净。
军代的学人，学人不是几百项的，学区的同学这些人。所以说之间无放下，人讲对人讲啊，看清啊净土。伊唔知影净土伫佛法内面是相相生法啦。随同大德来做比较，甲华严、法华甲比落去咯。华严、法华到最后的归宿是归净土。华严经的十大愿王道归极乐，这大家拢知影。为什么对华严尊重你必须净土呢？然后这道理呢，华严内面啊，这个是有高等天学啊，这来都无啊，同款有，无伫华严佛法下面啊。能够看下面的这段，这也是刷落去讲的。伊有要盖文，哦，一声阿弥陀佛，这释迦本师无我众世所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。这句太难了，想讲的，老耶大师讲的，所以印光大师赞叹了，暗探然后大师的要解，你讲得太好了，古人不讲过，这家摩尼佛是安怎成佛呢？是安怎得到无上正定正觉呢？然后大师讲啊，是念阿弥陀佛得到的。正故呢？正故就在《阿弥陀经》里。你看，遐侪年讲《阿弥陀经》，念《阿弥陀经》，无发现，我以老大人发现了。真正一点也都无错啊！老叶大师给人点醒了，今日四个家家全体，就有作恶众生。今仔日，佛阿弥陀佛。啊，骨骼全体
凡修好六道的作恶众生，无作恶事众生啊！现在咱这个社会，所以我搞个杰出咯，做是甚物染污啊？现在讲到这个染污，每一个人拢有深刻的感触啊。最容易感触的是甚物呢？环境的染污。咱伫日常生活当中，咱的食物有严重染污，咱的饮水有严重的染污啊，咱穿的衫有一寡是化学品制作的，都有染污啊。中国人古早时阵，衫是穿棉的，穿西，这是自然的啊。现在科学发达咯，要改变这些物种的基因，这一个解就害咯。看起来是真好看，对人体真正不利啊。所以现在这个衣食住行，和真侪人得着奇奇怪怪的病啊。扩大呢，大家知影，地球比人有，地球破病咯，这是境界上，我倒转来呢。心内染污啊，被环境染污，唔知影是动偌济悲啊！染污根源是伫内面，无伫外面啊。内染污，外面是虾米？外面境界随心转呐、啊，应随心转呐、啊。心被染污。心自然染污啊，环环境也染污啊，这是现代人事物变听的静音啊。化解自然的灾难，咱讲自然灾害，你也知影这个灾害是安怎来？这就跟看病同款啊，医生的医病同款。中国外国，古今这些语言。拢有讲真侪灾害，这是什么？这哪像甲病症讲出来咯？讲出来，真侪人听着会惊，其实错误，毋免惊。你一定爱知影讲这个病啊是安怎发生？本来是健康的人，为什么会得病呢？在佛法里面，病有三种的原因。第一种是生理，你的饮食、你的生活方式有错误，带来这疾病啊。这类的疾病，医生会当给你啊治疗，帮助你恢复正常，
第一类啊。第二类呢？是你的完清祭祀，来找你了。你来创什么？欠命都害命，欠债啊害钱啊！你是来讨钱讨命的。伊路诶边，医生袂当医啊，伊无属生理啊。也未安怎咧调解啊？所以宗教内面有真侪，即个传教士当做即个信徒啊。啊，伊边啊，大多数拢记录伊边啊，出来调解诶条件，你方接收伊就走了，那边就好了。第三类叫做业障边，是你家己做诶罪业太多，这类边真麻烦。为什么呢？医生医未好啊，伊无想调解。是你家己做的业真重，真麻烦。你若找这个宗教啊，来给你帮忙，伊也袂当帮忙。啊，因为伊毋是调解，是你家己做的罪业太重，你应该得到这个报应，这也是有办法啦，真正忏悔啊！普贤菩萨教咱的忏度业障啊，真忏悔啊，真将改过自新，转恶修善，结果累劫，闻得的化解啊。那人身躯的这种病，你知影讲，伊是什么原因啊？你也有办法去医啊？地球现在破病咯，讲老实话，原因也不出这三大类。如果咱明了咯，用这原理原则来帮助化解灾难，作为搞不下啊，当然是肯定的啊。所以灾难更加多，咱的祖先5000年来，这个国家重地久安啊。大灾难无啥个啊，小灾难也常常有啊。知影通去处理，真正会化解咯。化解最重要的方法，根本法是讲经教学啊。所以咱的祖先千万年前就提出来咯，建国君民教下为先啊。这句话道理太深太深了，这个方法所依据的理论是什么呢？也依据的理论是人性本善，
人之初，性本善啊。你看伫教学内面，三字经有甲即个囥诶第一句啊，教学为先啊。什么上重要？最重要是先讲啊，先学啊。肯定人性本善，伊为什么变个不善呢？不善不是本性，是习性。习性有歹咯，习性不善，本性是本善，本性是真的啊，永恒不变的啊。习性是随着外面的习惯呐，伊就染污了。所以刷落来才讲啊，性相近，习相远啊。性相近什么意思？性是甲本性啊接应的啊，相应的。习性啊，甲本性啊是相违背。习性内底啊有自私自利，有名闻利用。有贪嗔痴慢，习性本性内底也无啊，本性内底无自私自利，无名闻利用，也无贪嗔痴慢呐。古佛讲阿好啊，众生迷失了啊本性，啊，所以这不善的习性啊，那个根也是本性，本性变质咯，没了伊就变质咯。佛家讲个清楚，本性内面有三不：智慧、德行，上好。三宝啊，佛在《华严经》上讲的，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。但无量寿经顶面呢，有无量寿经三宝，大乘就是智慧啊，这个本性啊，无量寿是德啊，庄严是上好啊，你看这个不是三宝呢？可是没了后，一回就变成烦恼了，也就变成作业了，上好就变成轮回了，变成三毒了，变尽了。这就带来真多悲痛，带来真多灾难。佛菩萨慈悲教导多难啊，啊，事实真相甲咱讲，我咱回头，咱啊放落烦恼，烦恼三大类，你看，见思烦恼、定杀烦恼、无明烦恼，你该放下，你就回归到本性啊。回归到啊，本身身心健康啊，家庭幸福美满啊，事业顺利啊，社会祥和啊，风调雨顺啊，一切自然灾害拢总拢无去了。为公在教育啊，你家看中国古早时阵，都一家无重视教育，都一人唔是把教育摆伫第一，伊那都有心，爸母就开始改，太教，教育摆伫第一啦。活到老，学
到老，一生拢伫咧受圣贤教育。不断向上提升，最后的大圆满是回归自性。回归自性，在咱啊中国的传统内面，称为圣人啊，大圣啊，在佛法内面称为佛陀啊，名称无同款，境界完全同款。啊！在宗教内面称神，神圣佛同一个意思。你无个教伊，哪会知影呢？中国中式教育，在教育上已经达到相当高的境界。有教一个传到中国来，中国人接触到啊，是无比的欢喜啊！为什么伊把咱的境界啊，搁再提升一层呢？你看中国典籍就知影了，中国的典籍，中国人讲究是简要上明。提纲挈领啊，拢讲出来了。你佛教到中国来，每一条纲领讲个详详细细，丰富了中国传统的学术。中国人爱简单啊。印度人不厌其烦啊，一定给他公道，大家都明白了。中国记起古人说的，确实就要上君的人啊，才会用的，中下君的人只好啊，对他们去做了，教你怎么做，你就怎么做，家这人都老实，都听话，不要知道那么多。可是在印度是无同款，印度佛陀啊真正慈悲，如中下君的人拢不厌其烦，详细解说。难得啦，实在是难得啦。所以这两千年来，佛家的教学啊，那中国传统。完全融成一片啊，如是都是一家人一体分不开啊，形象上有如是都，事实上是无啊，就变成一体了。有话你一定要认识社会大众误会的事啊，理所当然的啊。咱学佛的人，若无认识佛法，那就大错特错咯，对不起释迦牟尼佛。我为什么讲这话？甲大家讲啊，佛法是教育啊，不是宗教啊。伊那是宗教，伊咱中国古代帝王就未介意啊。伊真无用呀，伫中国来生根咯，伊是教育。什么教育呢？好地教育啊，啊中国人啊，拢嘛完全同款的啊。中国的文化是孝的文化，对孝人生是个科目。五伦五常四维八德，
啊，这四个科目都是解释好的啊。什么叫好？恶人是好，恶想是好，作为是好，不得是好。在咱中国传统儒家典籍《四书五经》十三经，甚至演变啊，做啊以后四科全书。你看，多一部书，多一篇文章，它离这个宗旨呢，咱的生活。工作，甚至这个文艺的表演，说唱的艺术也是无离开的。所以，跟你讲较详细一点嘛，中国文化是什么文化？伦理文化、偶像的文化、思维文化、不得的文化。文化甲中国这个基础完全共款，你看咱这正宗小学的宗旨，伊叫观不能修佛经的净业三福，问题无多，这一个的指导原则，第一条已经三条，第一条是。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。佛教教育对倒位来建立呢？对孝道啊，孝亲尊师啊。啊，中国啊，千万年老祖宗的啊，圣贤人的观念完全共款。诸心不杀，修习善业，这第一条啊。所以，咱今仔为什么要学《弟子规》？用《弟子规》来落实咱孝亲尊师。你做到了。净业三福的第一条啊，你就做到诸心不善，咱用道家的《太上感应篇》，然后这句是佛家的《十善业道三观》啊。如果那无对这所在的这观呢，后面啊，拢嘛是做未到。你看，第二对家提升，这是第一站，第二站提升咯。就是三规故作众戒啊，不还为宜。哇，这句话讲，三规五戒是建立在孝亲尊师的这基础上。人不孝父母，无尊重老师，什么都拢完了。那在中国古社会，又未当立足啊，未当做人啊。你的社会是啥人拢看你唔起啊？这是做人的大根大本啊！来当疏忽嘞，所以第二条是小行，第三条是大行啊。有第二条呢，啊，即会当搁再向上啊，爬去一层啊，到第三层。第三层发菩提心，深信因果，不上大乘劝进行者。劝进行者是度化众生，教化众生。头前十句是心行。没有这句还是研究啊。你自己都做到了。你这样教人啊。这是中国文化。
中国文化绝对袂当离开佛法啦。所以，儒释道三家，严格来讲，三家拢毋是宗教。啊，佮拢是教学，这是咱来认识清楚的啊。三家对宗教啊，拢嘛是真尊重啊，拢礼敬，拢啊赞叹。无拜贴的，你佛经内面看袂到拜贴宗教呀？你释迦牟尼佛学生当中，无共国家的人真侪啊，无共族群的人也真侪，无共宗教信仰的人也真侪。这个经典内面都有记载啊。你甲看，你甲看第一种经历婆罗门路，迄是婆罗门教诶。佛无叫伊放弃婆罗门教，无即款诶讲法啦。你佛也佫啊尊敬婆罗门教诶神，所以佛法伫世间，伫任何学派、宗教拢。无好坏啊，你才是建设的啊，拢是礼敬赞叹。看到一切信教的人，哎呀，尊敬因的教主啊，啊，认真听教主的教诲去学习啊！这是啊，佛菩萨。无讲你这个教唔好，还信我的，佛不安尼讲。我是教育，我是教你认识，我就人生真相。我是教你回归自性，开智慧。在中国丰富了中国文化，咱会当讲一句话啊。伊在任何国家会丰富迄个国家的文化，伊在任何宗教内面也会啊，丰富伊宗教内涵，是肯定的啊。无论伫倒一个经验的当中，有百里里无一害，这佛法啦。啊，遮尼好的物件，原来伫社会上造成遮尼侪误会，这责任毋是佛，佛无责任，后来祖师大德也无责任，这个责任是咱这代啊不争气啊。咱这代真正亲像佛在这个经上所讲的，先人不先啊，无知啊，不识道德，无有物价。咱哪对细汉无接触到佛法啦，无人教导咱啊，无人甲咱啊说明啊。哇，这一生哪是讲无拄到彭东壁先生，这一生都唔知影咯。哇，甲伊老大人啊有贴合，伊甲佛教啊介绍互我，
甲我讲，释迦牟尼佛是大铁学家，佛经铁学啊，是全世界铁学的最高峰，啊，佛是人生最高享受。我是安尼先入佛门的啊。你阿弥熟悉啊，本先是以前啊，我伫学校读书的时代，啊，初中，我去个教堂啊，我读个圣经，我有真多。伊说：“咱教的同学啊，阮的关系非常好啊。迄个时阵，因为经典流通量太少，伫学校时间无讲真长，两年的时间，我无看到《古兰经》啊，我看到因啊。”回教内面啊，出版的一寡的篇的，这个在资料，我看了真欢喜啊。所以我对于伊斯兰的新古约啊，真正向往啊。我无信教，是因为我感觉着我了解无够。但我完全了解，完全明白，我才会去参加洗礼。以后我拄着佛法了，世间要有这好的物件。遇到不容易啊！遇到了后学习也非常的艰难啊，学个真辛苦，但是学个非常欢喜。啊，这个真正爱感谢佛菩萨。感谢祖师大德，感谢现前的老师，为什么呢？应该古教全体这款的经典传授给咱这些作恶众生，乃诸佛所行境界，为佛佛能究竟，为九界自力所能性界呀、啊。有没有真呢？那哪靠信心、靠敬心、来尊敬？心内面那无敬，就会利益。你就爱有敬爱、敬重，你才得利益。为什么呢？你也锲而不舍，咱那伫教学诶内面啦，59年一日都无离开啊！为什么欢喜呀？啊，欢喜充满啦！真正的烦恼轻，智慧重，什么疑难杂症，家己也好，家庭也好，团体也好，社会也好，现在甚至讲是全世界呢，
咱也拢会看出这因效果。咱知影一套解决的方法。你讲遮偌欢喜咧？家己伫这世间一尘不染，无自私自利，无名闻利养，无贪嗔痴慢，符合咱定的标准，清净平等觉，清净平等觉，达你向上提升，内面的喜悦啊，无法形容啊。对一切众生，自然升起怜悯心嘛，唔是慈悲啊。想要帮助伊啊，都爱有缘啊。伊肯接受才会用呢，伊唔肯接受，你都无办法帮忙啊。接受，专心专力的帮助伊啊，未当接受。独善其身啊，拄着啊会接受，即兼善天下。所以即法门到讲到究竟处，迄就必须爱成佛。成佛是啥物呢？必须爱啊，甲其心动念放下，伊啊即会究竟。你看做未到。咱知影这个代志重要，不起心动念也无办法，伊太迷失咯。所以佛弟经常讲啊，真好啊。什么时阵你才看到起心动念呢？不对啊！唔系讲冤教，别教不对，迄拢不得了了。王爷是冤教，一个八地啊，伊证着迄个境界，就王爷经常讲个八祖菩萨啦，十祖内面八祖菩萨，才会看到阿赖耶，迄个定功深啊。心地清净啊，微细波动也去感受到。啊，都是啊，真正感受到阿赖耶的出现，你看到了。所以佛教是科学啊，佛教是迷信。为什么呢？每一个境界拢叫你清净。听佛讲也无算，你释迦牟尼佛不是你的境界，你明白了，特别是有用啊。必须爱依照佛所讲的，咱来去证着，你才会得到受用，这是科学精神啊。纯是求法界啊，自立所能性界。如下未当成功，就这句话一定要跟老师讲破，就这句话啊。如下是未当成功啊，一定要对老师啊。这个、老师是释迦牟尼佛，是阿弥陀佛。哎呀，尊敬啊，这个、学长啊，学长是诸天菩萨。文殊普贤观音世迹弥勒啊，拢嘛是咱应该哎呀尊敬的学长。有上可见啊，
念佛法门其实无上清妙之法，唯有上君方能得下圣担也。这就是这个头前所讲的专家上君啊，都是这个意思啊。为什么呢？上君伊啊，一个听得明白，那明白啊，伊真正去做，啊，注意讲，我会甲执着。放下一挂，执着也未亲像较早遐严重咯。放下也还是上君啦。伊若无放下严重的执着，对伊就产生障碍，伊袂当往生啊。凡行动基础，下下比往生拢嘛上君。你想法对无？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你着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，你就是阿维月地菩萨了。其实毋是伊证着，你到极乐世界，你的财富，你的贵格。就是阿维月地菩萨，想护你阿弥陀护你啊！啊，阿维月地菩萨，人讲啊，最低级的《华严经》里面讲的初住菩萨，这不可思议啊！这真正是。诸佛所行的境界啊，菩萨都唔敢想啊。所以称之为难信之法。啊，你会相信的，就是上君。你的地下承担，我什么都放下，四处世间法拢总放下，我就这部经，就这句名号，我这一生当中决定得成净土，成就弥陀。世间一般君生就袂当甲伊比咯。你更加聪明，更加有智慧，你去研究一切经教，更加天花乱坠，最后安怎？你袂当往生啊！你要去六道轮回啊！你哪会当甲伊相比呢？由本经菩萨往生品愿。十方世界诸佛名号，以菩萨众同往生者，安说其名穷劫不尽啊！十方诸佛名号啊！这名号是什么呢？就是一句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是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啊。为什么呢？大乘经里面佛上讲，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。一心以智慧，力无为应念。
咱无讲话人，无见着幻觉的人，有分别，有梦想。见着幻觉的人，伊知影，伊即一切，一切即一啦。即尊阿弥陀佛名号，就是十方一切诸佛名号。菩萨众，同往生者，哎呀，诸菩萨涅槃佛，有往生净土的，但说其名用假不真，讲为真呢？这是讲其名念佛往生的，讲这个为艺术五百行，我们明白事实真相。那要按怎才会成就？这说是成就困难，障碍太多。对，一个众缘寿命有限，太短了。原来需要学的东西太多，这样的时间我们没把它完成，这是最大的一个障碍。其他的障碍就不用讲了，太多太多了，到这个世界所有障碍都没去了，这个问题解决了，无量寿啊，寿命无量啊，时间足多啊，释迦牟尼佛的观经甲咱讲呢，凡心动地土，下下变往生，在西方极乐世界修学，修到家己真正。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这真正是阿惟愿地菩萨啦，不是阿弥陀佛加持的啦，而是你自己功夫真正到阿惟愿地咯。哎，偌久时间？不讲十二劫，十二劫。在咱家来讲的是真长啊，在西方叫世界真短。为什么？伊的寿命是无量劫啊，无量劫的寿命啊，十二劫是算什么呢？哎，我就可以讲真短的时间啊。就成就了华藏世界四十一位发心大师，为什么到极乐世界去跟阿弥陀佛学呢？这里面咱必须要知道，如果啊是啊华藏世界做诸菩萨在化中世界，伊也爱甲四十一品无名修去长去长进，所以落时间三个阿真基业，你看凡行动基础下下品一品烦恼都无断，在西方叫世界十二劫就会达到因迄个地位咯。有时咱就明白咯，伊花中世界修行，长时期时间长啊，慢啊，到极乐世界去紧啊。所以文殊普贤
要把这些人拢总带去叫世界去，都立在这地啊。伊罗加那好无主动啊，点都欢喜啊。这说明什么？无嫉妒心吗？叫做世界修行环境好啊，到迄地去是应该啊。早起早成就，成就了后，天主如来赶快来普度众生啊。有就菩提基品曰：由无处法，不停闻果，无意业菩萨替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这嘛是古者地讲的，这些菩萨。伊无听到净土法门，唔知影有极乐世界，有阿弥陀佛，随顺家己学习的法门，时间还真长啊。众人太衰啊！有时阵会看你考验啊，啊就会退转咯。而且是转其他的法门，这种情形非常衰啊！内心会中内面，有人选修，有人拢想要学，拢认为呀，家己呀是对呀，咱听到因。发了这个愿心，那么赞成，也未反对啊。因对佛陀的一句话做佛了，你听无啊？为什么会不讲？一部经通，一切经通。这句话伊听无啊，所以伊也要学真多，各行拢想要学。如果真正听有了，一部精通，一切拢通，我就学一部就好啊。你想啊，这个人是不是上上君临呢？现在咱明白了，真正是上上君临啊，伊就是一部经典名功夫啊，经典得到三昧，得到三昧以后肯定会开悟啊。啊，咱的问讲，人家东海要选到一部经，一生学一部经，我相信真侪人学无量寿经啊。我摕到一本啦，迄个其实是李老师给我的，是伊老大人家己的注解，伊用毛笔写的。啊，像伊讲迄个经的时阵，应该是大概六十八九岁这款啦，甲无七十岁。应该是六十八岁时阵，六十八岁讲这个经，哇！看到迄个微字啊，非常的欢喜啊！
一家大路啊，拢搞出来了，真清楚啊！欢喜心就生咯，想学想讲，其实我头一摆讲这个经是伫美国，就是用李老师的一本《嗯，落这个注解》无看到。那时候也无熟悉，所以头前咱就两三摆拢嘛是用这个李老师的一本。嘛是伫美国，跟念作老技术联系着。我伊上难得啦，伊甲这注解送我，伊去美国就早一套，一套还是幽隐隐呢，幽隐。幽隐，幽隐，咱知影，咱过去做过这工作，迄蜡烛啊，一家啊，因着一百二十三分就袂当搁再隐咯，后面的字啊就无法度看，所以我相信伊迄本呢，大概也是有一百外本，数量真少。然后我看到了后，我就叫这同修啊，甲伊联系，因为老大人请教伊有版权无？有版权咧就免讲咯。哎呀，无版权我讲，我提起台湾来去翻译，伊啊听了真欢喜啊，无版权。所以啊，我第一版就该印一万册，精装本一万册。伊也叫我家己写一篇书文，叫我家己对方面对字，我也照办咯。所以以后我讲真侪遍的时阵，就参考伊的注解啊。我会记得我讲过来十遍。我迄个时阵嘛，想要发心啊。华严经停起来了，讲一半卖讲了，这是啊，中本的华严，非常契机啊。所以讲这部经呢，听众特别多啊，无论是伫国内啊、国外，拢啊比讲其他的经听众较多。对于这个所在，一旦感受到缘啊。伊会深深结合，世尊佛法也有九千年的缘分啦。这是第十一拜，为什么讲这呢？啊，就灾难太多了，钢筋教学会救灾难啦。华严经太长太大了，是好啊。咱要修根好，马上就要修到效果，所以就选华严经的这个精华。无量寿经是华严经的精华，那勇敢华严都嘛同款，所以古代的。像这本呢叫中本华严，阿弥陀经啊是小本华严，这三部经里面所讲的这些物件是同一件代志啊，究竟啊诸法实相。
对修行来讲呢，清净平等觉；功德来讲呢，大乘无量寿庄严。修行真久啊！所以这个经对咱的帮助太大了。这摆咱宣讲老居士的注解，我嘛是啊，报答伊老大人知遇之恩啊，伊比我较侪岁啊，伊学习的语言比我较好，伊啊清军阿联公。我的老师李冰南老技师，李老技师学教，是甲梅公喜老技师所学的，伊也是梅老的学生，梅老甲夏连基技师是同参好友啊。因两个人的关系非常好啊！啊，好了做伙啊！啊，拢是做官的啊，做官的时阵也拢是做伙，做伙时间非常的长。所以伊的回一本成功了后，弥勒给伊写一篇真长的诗文。这篇书文非常有价值，予咱真大的启示。我对李老师，伊地也知影这个阿莲基老技师，伊也捌讲着过黄连祖技师，所以阮无记以前名字就真熟了。这是啊，行同一条路呀、啊！真正的贤弟是同参道友啊，我甲夏老技师都即个缘分。连公啊，甲我一个见面一见如故啊，无量欢喜啊！因为迄时阵啊，讲即、这个。为一本的人啊，就是两个人俩。伫海外咧，我咧讲，伫国内伊讲，无第三个咯。阮拄着了后，感慨啊万千。对这法门。对这部经典，这回一本，真正认识了。衷心的赞叹啊！灵信灵解，依教奉行。所以这话啊，咱相信。因为有处罚不停闻果，有职业菩萨替心嘛，替了菩提心嘛。有如来不思议境界经文，菩萨了知诸佛有一切法，皆为心量，亦随顺念，亦入初地。下心作性妙喜世界极乐净佛土中，这嘛是予咱真大的鼓励，
菩萨，这是啊，大菩萨，不是小菩萨。大菩萨是别高处的以上啊，远高处处以上，伊才会了知啊。真正明了咯，知影诸佛及一切法，皆啊为心量啊。为是自由，心量是什么呢？咱啊学着方圆观就明白了。宏观顶面显一体，起利用，知三遍，知三遍，最后一句话讲，含容空有啊，你呀、啊，本来心中就是安尼生啊，伫佛门内面两句话，大家常常听着。心包太虚，两周三界，这两句话就是含容空有啊。含是包含嘛，啊包含虚空啊。容是包容啊，包容一切万物，包容万法啦。就是本来就是安尼是。中国人常讲量大福大。你本来心中是包容变化界、虚空界，一发不老啊！你心中是这大，这叫佛啊！不是家己，你本来就是安尼生的嘛。所以呢，你随顺你。也当平顺一切众生，你也做仙，伊也随顺你；你做恶也随顺你，你真了不起啊！为什么伊的境界的内面无善恶啊？为什么伊无分别？伊无执着，哪有善恶？那善恶无，念净都无。伊的心是清净的、平等的，从来都无起心动念。好目睭啊，看众生是这款的一个境界，一入初地啊，即系菩萨。菩萨得了随顺念，菩萨证到初地咯，下心塑性。妙喜世界极乐净土中，因知影讲，这个世界有极乐世界，有阿弥陀佛，赶紧来去遐来去啊！到极乐世界啊，哎，亲近阿弥陀佛，真叫有意思啊！因用这些话，拢是佛经上讲的。无提到倒位呢？鼓励人啊，这摆缘无容易去拄着啊，拄着是唔通啊，轻易甲放回去啊，轻易放回去啊，就真可惜咯。你来是无可能容易呢。今仔日时间到了，咱就学习到这地。